现在的这首赛马变奏曲呢，这个赛马的这个曲子呢有很多的版本啊，但是每一个版本都很难，我这个版本最简单的，就是适合我们普罗大众可以拉得出来的哈。那我改变这个是保留了这个它原曲的一个精神哈，那你听一下，这个赛马的价值都还在，而且是好拉又好听哈，是我们赛马界的最高境界哈。好，赛马哈。